请问你住哪里？小丰泽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客人，我们这边要降低音量。对对对。这里位置。不是，不好意思哈。怎么了？全部。都给我来一份。兄弟，你还需要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这边帮你做个整理。差不多可以买单，你们这边是可以收小费的。啊，不行嘞，我们这边没有收小费。对对对。对，我待会把账单给你。走，吐一个是吐这个汉堡。谢谢，谢谢你了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他是知道你在这吗？他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会来。问一下洋葱，他有没有吃？有些人他说只要不要吃到肉掉。OK， 那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是蔬菜。请问你住哪里？小丰泽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客人，我们这边要降低音量。对对对。他是来吃东西的吗？你是来吃东西还是来唱歌的？吃东西的。你要吃东西哦。一位吗？一位，一位。好 ，A4。没有，我帮他带位。这个客人我比较熟。这里位置。不是，不好意思哈。怎么了？全部。都给我来一份。你要不要先看一下菜单？你要不要帮客人蒸个水？是，我帮你加个水。然后果汁的话，因为我想要补充一点维他命 C， 所以我觉得，柳橙汁不要，青果不要，柠檬汁不要，我要葡萄柚。好，葡萄柚汁。对，那先加。如果当然觉得还饿的话，我再加点东西。好，兄弟，还需要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这边帮你做个整理。差不多可以买单，你们这边是可以收小费的。啊，不行嘞，我们这边没有收小费。对对对，我待会把账单给你。谢谢，那我先结账。好的。是要买单的。没事，买单。对对对，是要先账单给你。买单是早上这样子。欢迎客人。谢谢，谢谢。走，吐一个是吐这个汉堡。谢谢你了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是知道你在这吗？他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会来。送走最麻烦客人，那A4就可以收桌喽。